以后呢，爸爸这边会摆的34寸21:9的曲面宽萤幕，这么大的萤幕，然后这个椅子呢会换成那个电脑椅，或是那种赛车椅那种类型的，或是电脑椅。滑椅。对对对，滑的，那可以靠背跟头都可以靠的，不然这个在那边剪片太累了。那种就是可以这样子，然后就可以滑过来。所以可以这样。在电脑椅的。对对对对对。我要把这个转过来。对对对。嗨，大家好，文森豆大家好。那个，我想说先把这边东西先整理一下，先把它下架，丢上去，能放好了就先放好了。那我们用硕士摄影 ，OK。今2:40啊，现在整理到这样就好了。有些细部东西，反正东西大概都在这间的。然后桌子底下还有一些东西要丢的，再想整理，反正大概都塞得进去就好了。这边一格两格，再看要放什么东西，看起来空间够好。那就这样子啊，要睡觉，明天要上班，拜拜。你买那个呀？嗯。爸爸，买这么多贵的干嘛？太多了吧？那个小猫在那放冰箱。爸爸还没有来，对不对？花了2000多块呢，一个餐桌才2400，一个柜子才5500。这几个篮子就要2000多了，因为今天现在不买买，晚上来买还是一样，还是很浪费时间。不，现在下午就赶快过来买一买吧，它解决掉。今天把小房间、仓库、工作室，今天把工作室的整个给处理掉就好了，明天就可以在家享清福了。好，过来，你要哪一颗？告诉我。你要哪一个？然后第二个呢？我最怕气球了。哎呦！哦，那边。嗯。哎，不会吧？不会啦，你要在车上，如果东西在那边才会爆炸。要。那别照到我了，好大疼哦。看得重吗？哦，好重，好重，好重。嗯。我也很重。然后可以吗？看一下姐姐，姐姐很厉害。用到一半可以先停止一下哈。嗯。妈妈好了没？姐姐不会的啦，姐姐那么轻。蟑螂帮我打哦。姐姐你不要走的比我前面，我是专门录影的。来，先让妈妈进去了。我是专门录影的，不能超过我。妹妹，我讲话，你要不拍我。妹妹，我这个太重了，我绝对不能放单手拿了，因为它太重了，所以我手不能放开，不然它就掉下来，你看对不对？爸爸，嗯，我再帮你叠上去好吗？姐姐，你等一下到了6楼的时候，妈妈帮忙开门啊，你不能超过我，妹妹因为我是录影，然后拍我出去啊，妹妹拍我出去。不能放双手，知道？一定要两只手，不然会掉下来。一层了，2层。姐姐，你可以吗？4层。哇，你翻6个哎！啊，姐姐翻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4个而已。这样能搬得动吗？来 ，OK 了。成功。会不会太重了，小胡？哎呦呦呦，撞到姐，撞到。好，放地上就好。很轻啊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要来整理这边，再把它整理完，今天把它解决。原本想说用纸箱装装就好，后来想说算了，直接去买来，直接一次解决。
直接装这种箱子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然后我们来算一下花了多少钱，179加这179，那小的129等于308乘以6，1848。我会又买一个99块小的，所以花了1947。我用缩时摄影胶。